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日，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 l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市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吉市网以及吉市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 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平静了一个星期的吉林上空，本周末又有新动作了。今明两天，全省将会迎来一股新冷空气，并伴有雨雪来临。不过好在本轮的雨雪天气过后，下周我省大部将仍以晴暖天气为主。 今晨，吉林省气象台发布道路冰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白城南部、松原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雨雪天气，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积雪或道路结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好，了解文天气，来看新闻。新闻导报，新闻早知道。 国防部日前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海军成立七十周年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七十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将于四月下旬在青岛举行。届时将举行高层研讨会、国际舰队检阅、联合。 军乐展示、文体交流等多项活动。截止目前，已有六十余个国家表示将派海军代表团参加多国海军活动，多个国家将派舰艇参加国际舰队检阅。 记者会上，有日本媒体提出，日方将派出一艘舰艇参加中方的海军成立七十周年国际舰队检阅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说：“中日防务领域的交流合作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我们愿同日方一道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加强防务部门的。” 交流、沟通，妥善管控分歧，增进安全互信，为推动中日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取得新发展，营造有利条件，同时也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四月一日起，国内成品油增值税率将由百分之十六降低至百分之十三。据此，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将分别下调。据了解，日前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决定自四月一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增值税率。根据公告内容，成品油增值税率由百分之十六降低至百分之十三。 据此，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将分别降低二百二十五元和二百元，从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起执行。全国平均来看，九十二号汽油每升下调零点一八元，九十五号汽油每升下调零点一九元，零号柴油每升下调零点一七元。 全国托育服务机构认证标准今日发布。标准从硬件和软件方面对托育机构的分类、设备设施、人员管理、托育服务等方面提出规范化要求。 标准主要针对全国行政区域内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举办，面向零至三岁婴幼儿实施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的婴幼儿照顾看护的全日制、半日制机构，以及为零至六岁学龄前婴幼儿提供计时制早期教育服务的机构单位。 在建筑设施设备规范方面，标准要求周围不得与娱乐场所相毗邻，楼龄不得超过二十年，严禁设置在地下、半地下或者三层以上，从机构步行宜十分钟内可到达公交站或地铁车站等。 在安全维护保障方面，标准提出，托育机构严禁从业人员虐待、歧视、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损害婴幼儿身心健康行为，必须建立安全上报制度。一旦发现婴幼儿遭受或疑似遭受教职员工或家庭暴力，应当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食品安全方面，托育机构对长期食用量大的食品，应建立固定的采购点，选择信誉好、服务好、品质有保障的名优商家统一配送。要安排专人不定期公示采购信息。标准还提供了零至三岁婴幼儿生长发育标准、每日课程和体能锻炼安排、营养膳食计划等。 日前，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正式发布郭守敬望远镜七年巡天光谱数据，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取光谱数突破千万量级的光谱巡天项目，为研究银河系及一般星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基础性数据支撑。 郭守敬望远镜七年巡天共获取一千一百二十五万条光谱，其中高质量光谱数达到九百三十七万条，约是国际上其他巡天项目发布光谱数之和的二倍。同时，此次公布的数据中还包括一个六百三十六万组恒星光谱参数星表，这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恒星参数星表。郭守敬望远镜简称 LAMOST。 是中国天文学家自主研制的第一台大规模光谱巡天望远镜，能够同时观测四千个天体，是目前世界上光谱获取效率最高的望远镜。La Most 好像拥有四千个小眼的复眼，可以快速而敏锐地捕获深空中暗弱的光学信号。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七号，La Most 七年巡天获得的第六批数据集正式对国内天文学家和国际合作者发布。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天区覆盖最完备、巡天体积和采样密度最大、统计一致性最好、样本数量最多的天文数据集。 据了解，利用 LaMOST 此前发布的数据，国内外一百二十四所科研机构和大学的近八百位用户正在开展研究工作，并在银河系结构与演化、恒星物理研究、特殊天体搜寻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截至目前，共计发表 SCI 科研成果四百多篇，引用四千二百余次。 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再来关注交通安全的话题。喝酒之后，酒精对脑组织有一定的麻醉作用，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发困等状况。更有甚者，竟然在马路中间停车睡着了。三月十五号凌晨，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报警，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沈海高速一处快车道上。交警赶到现场时， 看见这辆白色轿车就斜停在高速公路主线，车灯没开，车门也打不开，车内的驾驶人正在呼呼大睡。在敲了将近十分钟的车窗后，驾驶人才有了反应，一脸迷茫的样子。我没有事情啊，没事情是吧？你有事情？没事情，你现在准备去哪里？我送你去，老婆。去？我不去啊！你不去？不我去我家十瓶，我去我家、嗯、我车停、嗯、停在这里。 由于车辆这样停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十分危险，高速交警决定将该车辆和驾驶人强行撤离现场。面对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驾驶人又开始胡言乱语，说自己根本没有开车。我的水都打车过来是不是？你们把我招过来，几个意思？几经周旋，这名男子才做了酒精测试。 结果显示，其每百毫升血液酒精浓度为三百零四毫克。你把拉回去嘛，我了你把枪毙了你就目前，该男子因醉酒驾驶已被警方刑事拘留，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再来看湖南的这起案例：三月十四号早上，在常德武陵大道滨湖路口。 一辆等红灯的小车在路口绿灯亮了很长时间也不开动，后面的车辆排起了长队。发现这一情况后，指挥中心立刻通知现场交警前去查看。只见这名驾驶人耷拉着脑袋睡得正香，交警通过拍打车窗叫醒驾驶人，车门一开就闻到车内浓浓的酒味儿。经检测。 这名驾驶人血液酒精浓度为每百毫升六十四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据驾驶人杨某交代，前一天晚上自己和几个朋友聚会，喝了不少酒，酒劲儿没消，加上连日应酬没有休息好，所以等信号灯时就睡着了。 交警依法对杨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过度疲劳仍继续驾驶机动车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驾驶证记十二分、暂扣六个月、罚款两千二百元的处罚。针对酒驾的反复性、顽固性、长期性等特点，公安部交管局日前下发了《二零一九年治理酒驾醉驾行为指导意见》，部署各地按照“天天有行动、日日有检查”的标准进行整治。 然而，一些喝了酒的驾驶人为了逃避处罚，疯狂逃窜，但最终还是难逃法网。近日，河北保定交警在例行检查酒驾时，看见一辆银色小轿车自西向东行驶至妇幼港西口的检查点，驾驶人忽然踩大油门企图逃跑，车辆在闯卡时被前方破胎器破胎，交警见状立即调集警力进行拦截。 这辆左前轮和左后轮破胎的嫌疑车辆，又强行开了近一公里，直到无法再继续行驶时，驾驶人弃车逃跑。由于慌不择路，呃，该司机跳入护城河中。在多名警力的帮助下，司机被救上岸。在经过闯卡、破胎、逃跑、跳河等一系列折腾后，这名驾驶人终于肯接受酒精测试，结果是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六十四毫克，属于酒后驾车。 该司机将面临一千元处罚及十二分暂扣驾驶本六个月。随后，交警也对这名男子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再来看广西玉林的这名白色奥迪车驾驶人，同样为了逃避查酒驾，经过检查点时不仅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离，整个过程被市民用手机拍摄了下来。 为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交警没有立即追捕。随后，交警通过技术手段查询到该车辆的信息，并在 GPS 定位中查询到事发后嫌疑车辆停放的位置，将驾驶人抓获。你看到警察示意你停车吗？用一个呃呃那个看到？为什么你不停？呃那时候都吓到了，都吓到了。有一句话，你吓到了，那是、哦、新鲜的啊。那。 啊、呃，后来，呀，你闯过来又怎么样？啊，你你闯过，我们的观察了又怎么样？这后果呀。目前，驾驶人邹某已被移交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据了解，酒精对人的大脑既有短时间刺激作用，又有麻醉作用，令人反应迟钝乃至行为失控。 研究表明，人饮酒后的反应速度要比正常情况下慢两到三倍，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时的十六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二十五日，四川内江的一位老人误入下水道内被困，当地村民听到老人的呼救之后，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消防人员迅速赶往现场营救。 二十五号上午十点左右，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在和路边水沟相通的一处下水道内。消防人员透过水沟缝隙，看到被困老人背靠着下水道，正在大声呼救。由于水沟内缝隙较小，无法观察到被困老人在下水道内的更多情况。救援即刻展开，两名消防员穿好防护装备，系好安全绳后，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从下水道入口处进入下水道内，寻找被困老人。 由于下水道内光线较暗，道路湿滑，救援人员只能匍匐,匐前进。你到那儿爬到那，爬到那，爬哟，赶紧爬出来，爬吧，十多分钟后，被困老人成功获救。据了解，被困老人患有精神疾病，是自己误入下水道后被困的。城市很大，但多了一抹小小的亮色，就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城市里生活的人很多，一个普普通通的举动也能散发出柔柔的暖意。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暖心修车人。长春市的一家普通修车铺日前在网络上火了，原因是修车铺的老板马西国定了一条规矩：免费为八十岁以上或身患残疾者修车，六十岁以上老人修车半价。这个暖心的故事一经传开，引来一片赞誉声。 记者带着好奇走进老马的这间小小修车铺，近距离的接触才发现，老马并不知道自己成了网红，而他的那条暖心规定竟然已经执行了三十多年。在三十二年前，我发现一个老人吧，就是也就是残疾人，我看他挺吃力的时候来哭了，我把带给扒了，我一看，履带确实废了，我免费给这老太太上一个锂带，挺好的人。 坐轮椅也挺难的，家庭也挺困难的，这样情况下，要有爱心，大伙儿帮帮助他，使他那个在人世当中感到有一种热热的心。体会到残疾老人的不易，马西国没有收修车费，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西国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免费为残疾人修车。自己身体也不好，还能帮助别人，我我挺感动的。社会上嘛，值得弘扬，值得赞扬。 在马西国的小修车铺中，钳子、扳手、螺丝刀、电焊机、打气泵等常规工具一应俱全，各项修车工作都难不倒他，所以铺子虽小，来找他修车的人却不少。我感动是啥呢？有的人吧，我不不收钱，他给我钱，他不我不要，他没办法。完了，给我买几回饺子啦，或盒饭啥的。接到这个饺子或者是盒饭啥的。 我挺激动的，因为说不管怎么的，我给他粘修一回也好，修两回也好，他也回报过我。世界上还是好人多。马西国自身就是四级残疾，十年前他还患上脑血栓，生活也有很多困难。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伸出了援手。国家的政策和那个政府，对我们这些残疾人和低保户。 确实很大的帮助，就是我们米面油啥的，一年三节都给我们发放。马西国的善举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许，曾有人专门给他写过表扬信，这也让马西国认定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生活中有很多小事，虽然不起眼，却闪动着温暖善良的光辉。老马的修车铺向残疾人传达了善意，而在重庆市呢，一群大妈则把一份体贴。 静悄悄地带给了更多人。在重庆江北观音桥的一个广场上，一群大妈在这里跳着广场舞。但令人意外的是，这里的广场舞没有喧哗的音乐，只有静悄悄的舞姿。哦，我们带二麦，戴嗯三年多了，嗯今年七月份都是四年了，基本上是七点半都在广场来跳广场舞，为了不打扰那些嗯上班族哈。 和那些扰民，我们都会戴上耳麦。我们都是从七点四十就开始戴耳麦，一直到八点半。基本上戴耳麦、戴那个耳麦来跳广场舞的话，大家的注意力还要更集中一些，因为大家整个脑子里头装的都是音乐。呃、哦，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很好的，然后考虑到他人的感受吧。 这个这这还挺环保的，起码没噪音吧，挺好的而且老年人锻炼下身体应该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话，中国素质现在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其实我们也没得没有做啥子，要是嗯、呃，为了给那些年轻人一个嗯安静的一个休息环境，哈、啊，为了不扰民。我觉得我们那点儿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段视频发到了网上之后呢，引发了一致的称赞和支持。不少网友提出，希望这种方式能够推广全国，啊，既能满足大妈们健身的这个需要，也不会形成噪音污染打扰其他的居民，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呢？还有一些吸引的网友呢，也了解到大妈们佩戴的这个仪器啊，是附近的商圈给他们发的，购置的费用呢也不便宜，但是不需要他们自己出钱。 看来大妈们体贴周围居民，商户们则体贴这些广场舞大妈。是这个由爱心和体贴形成的圆，圈起了这份静悄悄的文明，成就了这场高素质的广场舞。继续来看新闻，近日在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长江源园,园区，一台红外相机在通天河沿线完整记录到了雪豹标记行为的影像。 视频中，一只成年雪豹在山顶的一处岩石边上用身体摩擦，同时高高的竖起尾巴来回抖动。据科研人员介绍，这是雪豹一个有明显特征的标记行为。每个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地，它们通过各种味道和地面标示来划定边界，宣告自己的领地。同时，这种标记也是一种求偶行为，可用于吸引异性。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之称。 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目前，中国是全球雪豹分布范围最大、种群数量最多的国家，涵盖其百分之六十的栖息地。据了解，过去一年中，在长江源头区域，红外相机还记录到岩羊、赤狐、白唇鹿等多种兽类的影像。 还是一则有关野生动物的消息。近日，在云南省普洱市野象监测人员发现，有一头野生亚洲象仅有的一颗象牙被折断了。经过搜索，工作人员找到了被折断的象牙。这是当地野生亚洲象监测员三月二十六号上午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只见玉米地里、道路上、草丛里，随处可见大量的血迹。我每天每登几 晚上吃了点半左右我来到嘛来看，你们在嘛感觉有个血腥味。嗯。看看一块血，下面有是几乎是染红了。大哥许了吗，了嗯。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一边用无人机对野象进行跟踪观察，一边搜寻象牙。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搜索，监测员在一条路边的草丛中发现了已经折断的象牙，随后移交给了当地自然资源公安局。 此次被折断牙齿的是一头常年在思茅区六顺镇境内活动的成年亚洲象。它进入监测员视野的时候仅有一颗牙齿，因此监测员给它起名为“断牙”。最近一段时间，一头体型稍小、牙齿也较短的野象跟断牙比较亲近，经常一起嬉戏觅食。就在发现象牙被折断的头天晚上，有村民曾听到野象不同寻常的叫声。 自然资源公安局因此做出了两头象在嬉戏打闹过程中不小心折断象牙的初步判断。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在对野象进行跟踪监测，观察评估牙齿折断后给它带来的影响。三月二十八日，为期三天的吉林省青年电商助力精准脱贫农特产品展示展销会在杭州市落下帷幕。一起来看。 三天时间里，三大现场展区线上线下交流互动，数百种农特产品给杭州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参展商也从中收获满满。关东粉王是汪清县罗子沟镇西简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驻西简村第一书记任毅带队参加展会，接待了安徽、江苏和当地几波客商后，对产品的市场前景充满信心。 在杭州展会上，我们收获很多，呃，结识了很多新朋友。今天早晨呢，又签了新订单。南方本是茶天下，安图新桥特产品有限公司经理吕亚奎携公司的主打产品蒲公英根茶，有底气来这里小试身手。通过职展会，我们浙江这方面商会啊和一些市场，我们那个签了是大约是十万元左右的合同。 吉林省剑道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春颖这几年做电商尝到了甜头，他搞姑娘种植带动了三十七户贫困户，红姑娘酒也名扬四方。好酒也怕巷子深，但通过这次展会。 让浙江的客商认识到我们那个姑娘酒和咱们吉林的特色农产品。据了解，本届吉林省青年电商助力精准脱贫农特产品杭州展示展销会销售和预售额,额突破了两千万元，让大家看到了商机和潜力，也收获了信心。我们希望去把全国好的这种采购资源跟吉林的产品去做一个结合。我们希望搭建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我们通过线下线上的形式，这一次签约的这个和数量也。 超过了一千多万。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从四月一日至三十日，吉林省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全民共建绿美吉林活动月。通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绿化美化重点工程任务攻坚，推进绿美示范村屯、绿美河湖、绿美学校创建等系列活动，增强全民生态文明意识，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持续增加绿色资源总量，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艺术基金二零一七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传统戏曲的 VR 制作与校园传播”首次推广启动仪式与学术研讨会，二十九号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举行。该项目由吉林师范大学承担，旨在借助 VR 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呈现京剧艺术，探索传统艺术与媒介技术的有机结合，推动京剧艺术在青少年中的广泛传播。 活动中，利用 VR 技术全新呈现的传统京剧，令现场的同学们耳目一新。同时，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的演员们还为同学们表演了京剧联唱，并做了京剧的讲解和示范，让学生们走进国粹，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新闻导报热点全知道。国际方面，五个月内，波音公司的737 MAX 机型接连发生两起坠机事故，舆论不仅对客机本身的安全性提出质疑，也对美国联邦航空局对该系列客机的认证过程，乃至事故发生之后没有尽快出台禁飞令等问题有诸多疑问。当地时间二十七日，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对美国联邦航空局进行质询。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最先遭到质询的问题之一就是为什么美国是世界上最后发布禁飞令的国家。对此，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尔·埃尔维尔辩解称，这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等待相关数据，但显然这并没有平息质疑。而对于美国联邦航空局允许波音公司对其产品进行安全认证一事，埃尔维尔称。 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安全认证外包模式旨在节约时间和成本，这样的说法更是在现场遭到痛批。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尼失航与埃塞航空失事客机上都没有安装影角指示器和警示灯这两个重要的安全设备，而实际上这两个设备是被波音公司列为了选装设备，也就是说安装它们需要额外花钱。对此，波音公司的理由是监管部门并没有相关的强制要求。 在二十七号的听证会上，美国交通部督察长卡尔文·科斯维尔以及美国联邦航空局代理局长丹尼尔·艾尔维尔均表示，将在今年改变对航空安全的监管方式，但届时究竟能落实到怎样的程度尚不得而知。有关美国联邦航空局对波音七三七 MAX 系列安全认证的调查也还将持续。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二十八日公布了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新干线希望号底盘龟裂事故的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是，是列车建造商在列车制造时的操作失误导致了列车事故发生。报告说，这列希望号列车在制造阶段，车身局部钢材被过度削减，厚度低于标准值，这使得钢材强度不足，导致裂痕出现。 报告还指出，事故当天列车出发后不久，乘务员接连确认异响和异味。但负责运行管理工作的指令员和在中途上车的安全维护人员并未及时叫停列车。报告认为，为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西日本铁路公司有必要对新干线列车的设计、制造、检查等各环节的安全管理体制进行整顿。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号，这列“希望号”列车从博多站出发后不久，车内发出异常声响和类似烧焦的异味，车厢内也出现烟雾。检查人员随后发现，列车底盘附近出现了一条长达十四厘米的裂缝，同时还有漏油情况发生。 再来关注强热的气带气旋一代给莫桑比克带来的严重灾情。当地时间二十八日，莫桑比克总统纽西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一代带,带来的是该国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自然灾害之一。 纽西说，救援工作已经持续了两个星期，在一些地区，救援团队仍在对受损的道路、电缆等基础设施进行抢修。与此同时，救援工作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政府开始着手对一些受灾家庭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本月中旬开始，一代给津巴布韦、莫桑比克、马拉维三个非洲国家带来了严重影响，导致超过七百人死亡。在莫桑比克，灾情尤其严重，数万房屋被毁。 这一情况对于灾区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来说，更是一种挑战。在莫桑比克小镇纳马坦达，舍诺本加拉一家正准备带着他刚刚出生七天的儿子回到家中。然而，受一代影响，舍诺的家受损严重，四处漏风，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艰难。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统计，在一代过境地区有超过七万五千名孕妇，而在未来的六个月内，将会有四万五千名孕妇分娩。 然而，由于一带导致当地一些医院损毁，加上灾区缺乏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这些孕产妇中可能会有大约七千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海豚是非常受人们喜爱的海洋生物，但是人们现代化的捕鱼手段正让他们面临严峻的生存困境。近日，法国的海洋保护机构研究专家们公布数字说，今年以来，法国沿海海岸已经发现了千余只死亡的海豚。 根据专家的说法，从2019年1月至今，已有约1100只海豚尸体被冲上法国大西洋沿海海岸，这一数字高于去年同期，是近40年来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海豚尸体大都伤痕累累，目前尚不能完全确定海豚死亡数量激增的原因。相关人士认为，超过90%的海豚死亡与渔船的捕捞活动有关。 大量海豚死亡已经引起了法国政府方面的重视。海豚的听觉很敏感，法国相关部门希望在更多渔船上安装声音排斥装置。使用该装置可以发出令海豚远离渔船的声音，从而避免海豚在捕鱼活动中意外死亡。不过，海洋保护机构专家认为这种方法缺乏效果，因为很多渔船担心声音会把鱼也赶走，不会使用这种装置。而且，这种装置还会带来海洋噪音。 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看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新一股冷空气南下，受其影响，北方地区的气温持续低迷。未来两天，南方多地也将出现六到十度的降温，重庆、贵州、福建、广东等地还将伴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在冷空气影响下，我国北方多地出现明显降温，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等地，单日降温幅度都达到了十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预计，这股冷空气继续南下并减弱，但同时新一股冷空气接踵而至，将给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带来四到六级偏北风。 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在冷空气的接连影响下，北方气温将维持低迷状态，下周才会回升。 冷暖空气交汇碰撞下，重庆、贵州、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随着第二股冷空气抵达，南方气温也将明显下降。预计江南、华南一带最高气温将从二十五摄氏度左右降至十五摄氏度上下。提醒大家周末出行要及时添衣保暖。 另外，在湖北、湖南、安徽、广西等地还出现了大雾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二百米。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我们来看省内的总体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全省将会迎来一股新冷空气，并伴有雨雪来临。不过，好在本轮雨雪天气过后，下周我省的大部仍将以晴暖天气为主。 今晨，吉林省气象台发布道路冰雪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白城南部、松原南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雨雪天气，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的积雪或道路结冰。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长春多云，七到零下五摄氏度。白城晴，五到零下六度。松原多云转晴，五到零下五度。四平多云，七到零下四度。辽源雨夹雪转多云，七到零下七度。吉林多云，六到零下五度。 通化雨夹雪转阵雪，四到零下四度；白山大雪转小雪，四到零下五度；延吉多云，四到零下四度；长白山中雪，三到零下四度；长春多云，七到零下五度。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提醒您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 L T 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等奖品，以及集市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也同时欢迎您继续收看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党建新视线》，明天同一时间。